好開心嘅。咁最後到底我發生啲咩事，點解會唔開心咧？係一個失戀嘅人，大家都覺得嚇失戀，你選擇分手嘅。咁個結局係點咧？我可以聽下呢個。
理論上佢應該唔係 side track 嚟嘅，但佢首歌出名咧都係張敬軒有唱過呢個《天窗》，咁就所以就 hit 咗，希望大家都有聽過。
很相信你能存在的我，很相信能拥有自己，很担心天天变很多，你何必改变？这封信内留住大志，这封信内提示自己，写得低是心中很多自私的写信。